哎，这里。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来不及吗？硕哥来了！我本来以为来不及啊，结果事情就很顺利忙完了，所以还是过来。林若，你真的有事的话，先回去没关系，我一个人照顾德德，OK 的啦。哎，这样不好啦，毕竟是学姐请我来接德德的啊，反正我都来了嘛。哎，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看个电影啊？ 我不喜欢看电影，你要去的话你自己去，我们去公园玩好不好？在这里，小心啊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臭小子，厉害啊，Go！哎，你妈回去了没啊？已经玩很久嘞。没看到德德玩这么开心啊，你有事的话可以先走，没关系啊。我要回家了。 怎么了？很晚了，我要先回家了。路上小心。路上小心。再见。哎，对了，那个门记得锁好。再见。再见。哇塞，看到没有啊？这么认真的跑业务，都还可以跑出一个老婆来，你们所有人都得跟高经理多学习学习。 还没结婚呢，也不用太担心。哎，你们可是情性保全，哎，哪个不是家世清白、一表人才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一表人才又怎样？没有眼光也是没用啦。我条件那么好，还不是没人要？你说说，金金在呼唤你喽。我觉得啦，结不结婚这种事情是个人选择。像我，我就是抱持着单身主义。 绝对不会为了一棵树而放弃一整片的森林。走。啊！哎，兄弟，你看不出来那个佩金对你有感觉吗？哎。